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汉唐时代，中国人的这个跨洋的远行，啊，跨洋的远航。这个中国是个海洋大国，啊，对海外的交往和这个各的大洋彼岸这个遥远的民族，啊，通过海上通道的往来，很早就开始了。那么我讲的重点呢，是从这个，后汉、魏晋时代一直到唐朝这个时代大概的情况。汉末在东汉时代呢，这个中国在东方最重要的这个王朝国家呢，就是我们汉。那么在中国以外，在遥远的西方，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名字呢，在中国的当时的文献中间被称之为大秦，大小的大，秦朝的秦，为什么把罗马要叫做大秦啊？这一点学者们有不同的议论，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我这里就不多说了。这个罗马帝国呢，它基本上控制了这个地中海，地中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海，控制了地中海。那么罗马帝国呢，通过红海，当时没有苏伊士运河，通过红海，经过阿拉伯半岛到印度洋是可以向东航行的。根据这个汉文文献的这个记载，在孙权，三国中间的那个吴，孙权在位的时候，那么在黄武5年的时候，有一个大秦的商人叫秦论，他的名字就是论，论文的论，大秦这个秦应该是说明他来自大秦的，他到了交趾，就是今天越南的北方，然后呢，他随着交趾的太守一起到了这个孙权的这个朝廷，到了建康，就是到了我们南京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吴国三国中间吴国的疆域是很辽阔的，不光包括了长江中下游，它也包括了今天的越南的北方。那么他在中国呢，完成了他的这个交易以后呢，他又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那么吴国呢？自己也有这个官方组织的海外的活动，比较著名的就是孙权派了2位使臣，一位叫朱英，朱元璋的朱，答应的应；一位叫康泰，他们率的使臣到了今天的东南亚这个地方。他们回国以后呢，写了一本书，一个报告，叫做《扶南易物志》。扶南就是今天的柬埔寨，易物志。另外呢，还有写了一本书，叫做《吴使外国传》，吴同时代的交往的邻国的这个传记。那么这两部书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因为古人写文献、写书的时候有摘抄，自己所看到的书的习惯，所以《吴使外国传》和《扶南易物志》的内容，今天在一些古籍中间保留了下来，比方说《水经注》《通牒》《太平御览》这些书中间保留出来。那么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个由于
中国内地啊，那个中国南方啊和海外的交往比较多的依赖于这个海路，所以这个时候关于海外往来的资料是比较多的。那么记载呢海外的资料一个重要的一个文献目录呢是二十四史中间的隋书，隋朝的隋，隋书中间有一个部分叫做经籍志，就是重要的图书的一个目录。这个经籍志中间罗列了一大批这个当时保存在隋朝中央政府中间比较重要的图书，记载海外的图书，我做了一个注录。比方说有一个和尚叫做释智蒙，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游行外国传》，有一卷。还有一个和尚叫做释坛景，他写过一部书啊，叫做《外国传》。另外一个和尚名字叫释法圣啊，法律的法，盛大的盛，他写过一部这个书叫做《历国传》，游历各个国家的传记。还有一位无名氏，今天没有留下名字的作者，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在隋朝啊翻译佛经的这些婆罗门法师，婆罗门印度这些法师的这个传记。那么无名氏一个作者写过的胶州以南的外国传，胶州就是今天的越南的北方，交织啊等等，我就不一一重复了。那么这些书呢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只知道它的目录。可见那个时候啊，当时的人记载海外的消息是很多的，海外的信息是很多的。那么当时人看到这个大秦这些海外令他们比较吃惊的货物啊，这个奇珍异宝也很多，特别是这个两种商品，第一种叫做火布，火碗布啊，放到火里烧，这个布居然烧不坏啊。有没有这样的纺织品呢？有，就是用失眠的纤维编织出来的衣服，今天我们有一些建筑材料中间放失眠啊，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都知道这个当时人都知道大秦的人非常善于幻术。什么叫幻术呢？会变魔术，耍把戏啊。这是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给中国人最印象的啊，最深印象的这个东西。传来的海外知识中间也包括海外的地理的知识，海上航路的知识中国人对海外的地理知识啊命名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就是中国人自己起名字，那么必须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熟悉，非常非常了解。第二种呢就是向外国人打听这个什么什么海，今天比方说阿拉伯海、红海，那都是外国人起的名字。中国人到那个地方问了，这个海叫这个名字，好，我就把它记下来。就是命名外中海外的地理的名称，或者是中国自己的体系，或者是海外这个地理知识的体系。那么南海，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南海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称，这个名字呢叫藏海。在我们中国的文献中间就开始，东汉的时候啊就开始记载说啊，这个交织今天的越南南方啊，越南向中国进贡出入都要经过藏海。这是中国最早东汉时代就提到藏海。这个名字呢不但中国人把它叫做藏海，
这个阿拉伯人，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也叫这个名字。九世纪的时候，有个阿拉伯地理学家叫苏莱曼，他写过一本书，叫做《苏莱曼游记》。他自己讲，到中国啊，从印度洋到达一个岛叫做昆仑岛，今天越南南方离开大陆有个比较大的岛，就叫昆仑岛。在过去，越南南方北方没有统一之前，是越南专门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就叫昆仑岛。他说从昆仑岛啊开始再往前航行，就到了藏海了，啊，也叫藏海，他们也叫藏海。藏海有什么特征呢？藏海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今天南海，就到处是珊瑚礁。今天我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这些群岛和我们北方看到的岛是不一样的，啊，北方的岛，比方说崇明岛这样的岛，是由河流泥沙淤积越堆越高堆出来的，这是一种岛。第二种就是海中的山，过去是山脉，由于地的下沉，这个山的一部分到了海底了，山的尖子露到海的面上，这个我们的舟山群岛，我们渤海中间的长山岛都是这样啊。所以一直到今天，舟山群岛仍然叫做普陀山啊，仍然叫什么这个山那个山，阳山港也舟山群都是叫山，把它视为山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这个海底的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太平洋中间的西太平洋的什么夏威夷啊，这个都是这样形成的。还有一种岛就是海底下的一种生物珊瑚虫，生长生长以后死了以后，珊瑚虫的骨骼就留在那个地方，新的珊瑚虫又长着，就像长这个竹笋一样，一个一个往上长，最后它到达了海面，底下都是，这就叫珊瑚礁啊。南海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都是由这样的珊瑚礁形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国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孙权派出这些使臣啊，康泰和朱英他们写的这个湖南义乌志中间就讲到说，在藏海中间列珊瑚洲，洲底在磐石上面，洲生其上也，啊，这就是我们已经认识到，今天我们讲南沙群岛、南海诸岛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因就是中国现在世界对海外的岛屿，谁拥有这个岛屿一个很重要，谁最先认识，谁最先提到这些岛屿，谁就是最先的主人。这中国文献中间最早记载到的。那么这些珊瑚礁啊，因为有一些露出了水面，有些隐伏在水下，所以对过往的船只航行是很大的威胁。这个阿拉伯的航海家也提到啊，说这个进入藏海以后，这个水下的珊瑚礁数量是非常多的，那么船呢必须在藏海之间啊小心的通过啊，要靠真主的保佑才能够到达。一直到今天，这个中国的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这个船舶在通过南海的时候，两条主要的航线，一条就是沿着越南啊北上，就要走南海的西部，一条就要沿着婆罗洲，今天的马来西亚东部，沿着菲律宾北上，所以这个沿着我们今天南海的东部走。这两条路的根本的目的都是避开这个藏海中间的珊瑚礁。那么这样的这个对这个航路的认识，对藏海中间的珊瑚礁，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这个航海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在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间曾经在西沙群岛上曾经发掘过发现过一条古代的船，上面有大量的钱币，那都是中国古代的船舶在触礁台风的情况底下啊，台风人没有办法躲避，不小心碰到礁石以后落在这个上，落在这些珊瑚礁上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中国对海外的这个地理知识的这个认识，除了藏海以外，就是对海域这个海啊，某一个海究竟在整个一个巨大的地理范围内，这个海处于什么地方。中国过去传统上把这个海外啊，下洋叫做下啊，到南海，世界外国的商人都是从南海来，原因你就是你不管在世界各个地方，非洲的人啊，东南亚的人，印度的人，你殊途同归，最后你进入中国必须经过南海。所以把南海最初的认识就是中国的万能就是南海，但是离开南海啊以后，这个航路就比较复杂了，有马六甲海峡，有暹罗湾，这个海岸线就变得非常的曲折。但是大体上站在中国的角度，我们讲的海外啊，海洋地理的命名是这个究竟是以中国地理坐标为主呢，还是以外国的地理坐标。按照中国，你在东南亚也好，你在印度洋也好，你在非洲也好，从中国的东海的沿岸来说，你都处于我们的西南方。所以呢，中国历史上有概括的名称啊，就是西南啊，西南这个刘宋时代南海诸国，刘宋时代的文献讲都处于胶州以南，越南以南，以及啊西南的大海洲上。西南，西南就包括今天的印度洋啊和西太平洋在内。当时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海外地理知识还包括对海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人文国家的变革、疆土的分割、海外国家的名字，在这个南朝也知道的越来越多。比较具体的有丹丹，丹红叶子的丹丹是指的吉兰丹，盘盘是今天泰国南部一带地方啊，甘陀利今天马来西亚的吉打这个州啊，琅琊修啊，那么泰国北部的北大年这带地方啊，婆利今天的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和文莱婆罗洲啊，就除了印度以外，很多南海的小的王国，他们的名字就我们中国的历史文献都记载。那么我们知道印度洋和太平洋怎么分界呢，是这样分界的啊，这海上怎么分界呢，就是今天这个马来亚这个半岛，马来西亚是一个细细长长的一个马来半岛插入到海中间。马来半岛以东，泰国啊、越南啊、印度尼西亚的东半部，他们所管辖的周围这片海域，我们就属于西太平洋。马来半岛以西就属于印度洋，大体上是这样。那么马来半岛和印度和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之间，这是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之间，那么这片海道就是马六甲海峡，就是马六甲海峡。但是从中国古代，从中国华东地区的重要的港口啊，浙江、福建、广东
航行到西方，当然有少数，我们叫做长途直航啊，有的，但是绝大多数，我们讲的对海外的航行，不管是贸易、旅行啊，还是这个出使，都是接力棒式的，就这个船啊，到这个港口停一下，啊，补充一些淡水给养，然后再到另外一个港口，甚至再换下一条船，都是这样长途接力棒式的。那么，由于中国和西方之间被这个马来半岛阻隔了，并不是一条直的路，从南海出去绕来绕去才能到印度洋，所以呢，马来半岛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中继站。马来半岛中间很细的部分呢，它有个天然的条件。马来半岛的这半边虽然是太平洋，但是我们把它叫做太平洋中间，叫暹罗湾。暹罗就是泰国古代的名字。那么有些船到了暹罗湾边上，把货卸下来了。马来半岛是它既然是个半岛，它就是一个高耸的山脉伸到海里去的。山脉的这一边就是太平洋，暹罗湾。马来半岛的另外一边，印度洋是印度的一个安达曼海，这边就是安达曼群岛。最窄的地方才多宽呢？可能才几十公里宽。所以有些古代的船啊，把卸货卸在马来半岛的东面，在暹罗湾这个地方找的港口卸下来了，把东西向泰国卖，向今天的马来西亚卖。那么当地的商人呢，因为是高山，高山就有水流下来，所以在马来半岛的暹罗湾这边会形成一些小河。那么这些小河呢，商人就把这个港口下下来的货物摆渡到山脚下，不能摆渡的时候，用牲口、马骡子爬1000多米的山，爬上去，再下来，哎，这是到了马来半岛的西面，几十公里的路程，又碰到了从马来群山上面流下来的道，到印度洋的水中间了。所以这两边呢，是一个这样，它避免了马来半岛有上千公里长了，避免了绕很长很长的路，给当地的我们讲的过境贸易的人创造了一个谋生的手段。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途径，所以在马来半岛的两边都能发现。